对，而且你看头啊，被这个铁笼臂已经扭到了啊，已经造成相当大的一个伤害。确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MMA 的联盟，哦，直接往前冲。好，这个是比较直接，双方直接进入残暴。对，很快就会进入到地面前。哎，哦，吴磊的那个快直接进去了，外合。但是这个穆罕默德的其实地板技相当的厉害，这个吴铁义呢要小心。对，吴铁义看看在这个上位如何去击打，或者是对目前的位置有被降服的危险啊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再打击对方头部，对，但是要小心对方的一个手的一个部署。这个有时候在上面看起来是优势，但随时也有可能被对方锁住。对，对方的柔术显然是比较好。你看，对，手已经被锁住一只哦，要小心。他在用肘部在砸击他，对，那胳膊被对方控制住，对，有一只已经被锁住，对，有。啊，但是这肘也是蛮厉害的，对，肘在打击对方的头部，对，他的肘部，对，而且这个吴铁义目前这个重心是往前压，对，这个肘部很重，对对，好，这个他也可以站起来把他这个往下砸摔，所以吴铁义目前这个肘还是有效的，对。哇啊，这个肘 的肘啊好重啊，肘的打击会分散对方的防守，是未必能锁住他，这个所以攻防非常好，这个哇非常的重，非常重，哎，这个裁判似乎要干涉，看看这个下方的这个是否有能力反击，穆罕默德不会就此罢休的，对，不会轻易认输，对对，哦，现哦这个攻防这个非常激烈，对对，啊，吴铁义，腾出空间以后可以砸，用一直在用肘砸击对方头部，这个、肘是很好的，这肘很重，对，已经见血了，因为这个肘啊相当的力，在一般的自由搏击不允许用肘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对，肘的伤害很大，对，不会 KO 但会流血，哇，继续，这个南方非常的顽强，也。善于地面缠斗， 对, 对，所以吴铁义呢，他不能掉以轻心，对，他没有给他过多的空间，所以他即使肘砸过他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没有给他空间，好，你看，但吴铁义只要有空间他就会用肘砸击他，但是这个战术执行得很果断，可是也不能有太多空间，因为有空间对方会做一些降服技，对，所以综合格斗是还是真的是综合能力的这种体现，对对对，然后叠对叠啊，这个已经出血了，应该是，哎，是有，应该都是鼻梁吧，如果是血会盖到的眼睛，伤害的眼睛视线的话，裁判会叫他们起来由医官来处理，那目前可能还没流到眼睛里面，对，但是应该是额头部分有一些受伤，对，我看一下啊，额头这边，哎，对，是额头这边，对，但是这个他们都不会丧失战斗力的，对对，还有战斗能力，对，所以风险意识存在，那血流的越多啊是越湿滑，对于下方选手做一些降服技越不利，对，因为抓不住对方，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是很凶险的，在这个缠斗过程中优势双方优劣双方实际上随时可能逆转，对对 对, 对，好，现场都帮吴铁印加油，这个吴铁印呢还在进步哦，吴铁印在砸击对方，是裁判有可能会终止比赛，因为这个南方选手很长时间没有摆脱这种状态，对，这个对他砸击很好，对，虽然他在这个白俄罗斯啊，这个吴铁义也是不小心输掉了，但是今天表现的可圈可点啊，这个是他控制的很好，对，然后砸击也很凶狠，对，然后目前啊还没有做一个封闭式的防守，封闭式的防守就是两脚啊勾在一起，目前看到穆罕默德的脚还没有勾在一起，因为这个红方这个打击太强烈了，他太强烈了，以至于他分散了他的注意，他只能在防守头部，他不要再执着要做这个降服技，对，他赶快把对方给踢开，对，可能会更好一点，对，他刚刚想做降服技勾住啊，这个不是很理想，能踢开尽量踢开吧，因为现在在下位已经不占上风了，对，而且你看头啊被这个铁笼臂已经扭到了啊，
营造的是相当大的一个伤害。对，哇，吴平今天怎么这么猛啊？这个打击的非常的严厉。是，对。然后这一局，他技术总监也跑上来看了啊、哦。好，穆罕默德啊，一个，哎，终止比赛，终止比赛。哦，这个由医生终止比赛。啊，恭喜吴天一。取得了一个很完美的胜利。是是是，比赛被终止了。哇，对，这个镜头啊，带着我们的美丽的小姐啊。对。哦，那大铩羽而归啊。对。好，这边这场比赛，由于医生终止了比赛，红方选手优势获胜。